来上一下哦，超累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老了、啊？我觉得我今年好像体力不如从前了，才唱三首歌，已经突然好像快要昏倒的感觉。啊，谢谢你们，来给他自己整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？太棒了，耶、yeah ！哇！哎、欸，对，现在时间要注意一下时间呢，还有9分钟，9分钟就是接手了。哇哦，9分钟这个时间越来越接近我们2024年了，对，剩下最后的10分钟。好的，还有最后的大概9分钟的时间哦，拿起酒杯跟你的好朋友稍微敬一下，因为你们2023。相聚的时间只剩下短短的大概9分钟， yeah, 我们就准备迎接2024来找你父亲的朋友跟他握握手，感谢他这一年成就你、帮你、协助你，赶快跟你的好朋友敬敬酒、握握手。啊，2023最后一敬哦，最后的9分钟啊，你也可以跟你的朋友拥抱一下啊，抱抱他。大家都是非常的幸运，能坐在这边哈，一起共聚，准备要跨年。对面中岛的朋友不要客气，我们一起来嗨，没关系，我们每年都是这样。OK， 等一下呢，倒数计时，大家一起来。疯子一样，对，都像疯子一样。我跟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个是伟伟，这边的驻唱歌手，我是台视的街头艺人，那个拉迪赛的 DJ。刚刚在神农街有看到我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们的周哥很厉害哦，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 DJ 老师哦。那现在是因为这个退休了哈、哦，快退休了，出来玩一下音乐，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喜悦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时间再来，我现在是23点52分，剩下最后的8分钟不到啊，来静一下，静一下哈、哦。2023最后一下。耶耶耶耶耶耶！中原标准时间。OK， 还有3分钟。很期待哦，最后的3分钟哦，3分钟哦，最后3分钟，大家等一下应该站起来了吧？哎哎哎，还有2分半。那您已经准备好给戏啊？已经准备好啊！要演两兄对白是不？两兄对白的。哎。准备站起来了哦！Goodbye 了，所有的朋友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大家站起来了，一起倒数了，一起倒数了，最后的50秒，50秒了，
二十秒。来，我们从最后十秒开始倒数哦，各位，后面的朋友一起来好不好？来，最后十秒，谁？